这只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路灯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还有开满花的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这是天娱最大笑话之一吧，快男全国六强还来参加好声音回锅，李行亮不陌生吧，就是只愿得人心。他以10年快男第六名的身份出道，没想到出道就凉了，公司嫌他长得丑忽略他，不给他工作机会，也不帮他发片，就是逼他自己放弃。快男超女年年办，马桶有钱赚，选手日日换，只闻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呢。这不，他能来参加好声音也是鼓足了勇气，希望自己能不靠颜值只凭实力说话，于是他改编了个经典曲目《涛声依旧》。说实话，这歌选的真挺冒险的，唱了一大半了，还没一个转的呢。快点转！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可以可以，这小味儿还挺好的。这一张旧船票。能否跟上你的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哈林真是卡点啊，黄哥我跟你拼了。哈林怎么老给我老嫂子感觉呢？那么学员反选阶段，李行亮表示，其实我今天见到庾澄庆大哥我特别高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那次参加学校的那个十大歌手比赛，我拿奖的那首歌曲是春泥。哎呀，我明白了。哎，黄哥眼神不对了啊。眼神不对了。海啸我也会唱，樱花我也会唱。哇，那这样子的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哈。我的心好疼啊。我歇会儿，我歇会儿。哎，方哥你多说点哈。所以很早就想好了我要选哪位导师，然后今天恰好这位导师也转过身来了，我觉得我会从刘欢老师身上学到我想要的东西。这反转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我暂时不太敢回你那儿坐着去。你给我坐好，你给我坐好。随着李行亮的加入，刘欢战队就仅剩最后一席名额了，其他三位也所剩不多，各剩三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来淘汰选手的复活赛了，一起期待。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风脚边，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破旧的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旧船票。
能否登上你的课。下一位湖南小镇姑娘正带着她的黑外婆和黑人朋友向这个梦想的舞台走来。我叫袁雅维，大家都叫我 Tia， 我今年28岁。10年前我离开湖南的小镇来到了北京，为了我的音乐梦想。今天来到中国好声音，我选择了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我知道有一点冒险，但是这首歌是我童年时外婆唱给我的歌呀，所以今天我也要唱给外婆听。那坐飞机好不好玩嘛？开心就怕死了。哎呦，怕死的！不，白天坐到高的嘞。我给你喊，我喊了，喊的要死。哎呦，我也喊的要死嘞。今天外婆也来到了现场，同时我也带来了我的好伙伴，一位来自美国的黑人音乐家，所以我现在非常紧张，特别希望刘欢老师和外婆会喜欢这首歌。是吧，至少挺好看的哈。唱你的歌我们还有戏吗？那不一定。这风格是挺像我的风格。不是借你的歌向我致敬。这种人，这种人，你说人家姑娘又不能说你，又不能说不是，是不是？你们俩先打着，你们俩先问着啊。你们先问，你们姑娘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袁雅维，大家都叫我 Tia。来自哪里？我是来自湖南的一个小镇。湖南一个小镇。对，10年前我选择了音乐，然后我住在北京。哦，是朝阳区吗？哎，你那个手可以不要这样一直晃啊，看起来挺恐怖。知道我没戏了，我先讲好吗？你有戏，美女都是你的戏。No. 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是特别勇敢的。
转过来了。你今天教了一首刘欢老师的歌，而且改编的特别出色，你的小味道小感觉非常非常好。谢谢。来吧，我想问一下，你说你已经做十年了音乐。对，我18岁开始走进了音乐，然后我从小镇来到北京一个人。这几年的音乐路程上，我遇到了一个对我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黑人音乐家，年轻的。这首歌 remix 编曲也是我们一起完成，然后把这样的把刘欢老师的这首歌呈现出来。所以我希望刘欢老师也会喜欢，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都很喜欢。这个歌说实话，这个李海英的这首歌到现在有23年了，这个20多年里边有很多的别人演绎，但是这首歌依然是我现在经常演出的曲目单上的一首重要的歌曲。就是这么老的歌我还一直在唱，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但是你今天的这个演绎是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改编，我本人也很喜欢。谢谢。刘欢也说他唱得好。刘欢歌是唱得好。哦不，刘欢说 Tia 唱得好。这样。啊。今天我之所以选择这首歌，因为小时候妈妈和外婆做饭的时候，真的会唱给我听这首歌，所以是有影响到我。然后在北京的这10年里，我很少回家。今天我想把这首儿时的歌谣，用我的方式送给外婆。这首歌里头有我的外婆，有家乡，有最美的童年，当然还有我最喜欢的芍药花，今天我也带来了。有灵魂的，谢谢啊！这歌曲是有灵魂的。现在到了你的决定时刻。好，我很喜欢。有机会你来我的队，你把我山不转水转给我改了它，好不好？哎呦，转个弯找人呐、啊！哎，啊，刘欢老师，山不转水转，他也转不到你那儿。说起来，其实他们说的也差不到哪去了，啊，什么32场啊，更拽了，有什么的。所以现在是要我选了。是的，还用选吗？不用选吗？我都喜欢啊。不是哪一个老师比较好？刘欢好还是那英好？刘欢好，跟妈妈意见一样啊，都选刘欢。那。我选请刘欢老师以后多多教我更多的音乐知识。太自信了，是不是啊？哎呀，两个人在一块儿接，对，加油，谢谢，袁娅维带着她的外婆和黑人朋友，幸福地离开了这个舞台。音乐的力量可以跨越肤色，跨越年龄，跨越国界。